来，老铁们，今天跟你玩个游戏，就是我老公头顶啤酒，看他能顶几个啊！来，开始了，加油啊！哎呦我操，好，挺棒啊！来，哎呦我操，快来加油！哎呦我操！Hello， 我又来整他了，这个点子可是费尽心机呀。你们猜到我要干什么了吗？想看他下期反应的话，请关注我，现在拿给他了啊。双击。老公，嗯，给你吃个巧克力。我操，这么大。嗯，这新包装，这里边加事老多了。那么瞄我干啥？你尝尝。谁能玩我？操你！谁能玩你呀、啊？你快咬！啥呀？加血！哥，能让我的小心脏砰砰砰吗？能啊！你瞅，来，行了，给你。呀呵，行啊！我打！哎！我打！老板，你吃完我弟买的荔枝真甜。哎呀！哎呀！这是葱头，你买的葱头吧？是不是买的葱头？鱼哥，给你吃汉堡啊！嗯，汉堡。哇，这么好！啊，你哪知道我饿了？挺好吃的，你试试。哇！那什么？恶心呐！你整这玩意儿、啊！这小子昨天晚上不知道上哪玩去了的，半夜才回来。咱们整整他。小文，起来，看你脖子上啥玩意儿了？看看。啥玩意儿？来吧，宇哥，机会给你粘上了，也拿不走了。我这手里也没有东西，不骗你。来啊，头抱西瓜，耶！我操！你开始往这个西瓜里面灌海绵宝宝。哇，密集恐惧症的好有感觉呀、啊！看，大呀，我靠！媳妇吃点药太费劲，感冒药加柠檬汁。你闭上眼睛，把手弄上，我送你一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好。人、哪里有蛇咬？快快快！
钱。给我2块钱，要要要要。看着啊，啊，猜对了就是你的，知道吗？行行行行。给这儿呢，分我了啊，6块0。那这200是我的了啊。谢老婆，哎呀，谢老婆啊！该该该！什么玩意儿？鱼哥，来杯水喝。别！哎呀！老公，别看了，漱口香香啊。来，老陶，别玩了，吃口冰淇淋，吃口冰淇淋。嫂子，哎，给你吃苹果。哥，哎，大，海妞，过来呀。干啥呀？你看我今天怎么整的，老铁们啊。哎呀！我操你！